规出电影全部130分钟，超过2点钟，敢当做一件代志尔，迄就是刣人。大家好，我是阿秋啊。天气开始落起咯，电影院是一个吹冷气、啉饮料、看电影、享受人生的好所在。有闲的话，其实建议大家早起去坐坐。啊，不过你若要去电影院，是要看什么电影呢？今仔日阿秋啊，电影院要介绍的，就是《加洛里维》上新的电影《捍卫任务》第三集。这出电影其实无要甲你讲什么大道理，规出电影全部130分钟，超过2点钟，敢当做一件代志尔，迄就是刣人。一滴太阳，一滴太阳，一滴太阳。好，重点讲了，今麦要来甲大家分享的，就是这第三集内底100种的刣人的方式咯。其实这个电影嘛算厉害，啊，我哪会使做甲一件刣人的代志，个个大概刣法拢无同款呢，所以看起来是真刺激啦。安尼听起来都是变态变态吼，其实讲起来就是即马现代人的压力较大啦。看这种电影，看了颠倒，你会感觉讲有做白改。你只要卖现实啦，电影分袂清楚安尼就好。电影的男主角加洛里维呢，伊一定是一个54岁的人啊哦。伊扛迄个地表上强的阿爸连温尼逊比起来呢，差一轮12岁。因两个拢是少年的，不怪哦，50岁敢若亲像一条活人的，啊，甲人站甲黏伫个壁内底，拢无咧客气的。其实呢，《捍卫任务》第三集好看的所在就伫遮哦。印象介深的刣人方式介绍伫个以下：第一名用车斩头，吼，这招真正是有够创新的。第二名就是用刀啊，当作是飞镖来射，看几啊百只的刀啊，伫遐咧飞来飞去，真凶嘛，真好笑。第三用虎头不狼头。这听起来真听呢，但是电影内底呢，迄支虎头阁是用弹的哦，真正是有够可悲。第四名就是辣椒，这伫电影内底你看是会叫出来哦，你爱较挣扎的，啊无因为伤刺激来支撑袂掉。第五名就是 kick somebody's 烂趴，嗯哼，而且伊阁是踢骨力百粒哦。第六，骑重机来相拍，就算有一手会使摕刀啊，还是摕枪来拍人嘛。第七就是骑马啊，小拍，敢若是一只马啊，伊就会使甲人分尸啊，真正是有够凶的。这算是致敬美国牛仔片啊。第八就是用皮带术，最后第九就是一手摕枪，一手摕刀啊来刣人，有够无用的。第十，空手无物件时阵，伊就抢歹人的枪来用。佮有其他，例如讲摔玻璃啊，用狗啊，还是马啊来踢歹人啊。还是把一个人头崩去穿身躯啊，总下就是保证让你看到爽歪歪啊。今仔日的影片咱就到这，啥物？互你发现哦，一开始我讲100种，结果这影片咱讲10几种尔。嘿啦，这是一种比如啦，无应该100种讲了哦。但是实际是电影内底真正有刣100人，真正有影，刺激够好看。你赶紧去看，赶紧去看就对啦。我是阿秋啊，你搁爱看对出电影用台语讲吗？留言给我知，安尼我就先来准备咯，咱后回再见，拜。阿秋啊，甲你说多谢，欢迎你帮忙起赞、留言、同分享。啊，迄、那个音档啊，甲伊起落来吧，安尼你就会使看到详细。